原标题：古时最有名的六副后悔药，有你想要的后悔药吗？寇准，寇准，字平仲，北宋政治家、诗人。太平兴国五年进士，授大理评事，知贵州巴东县，改大名府成安县，累迁殿中丞，通判运州，赵史学士院，授右正言，直使馆，为三司度支推官，转盐铁判官，历同知枢密院事，参知政事，后两度入相，一任枢密使，初归使相。乾兴元年1022年数被贬谪，中雷州司户参军。天圣元年1023年九月，病逝于雷州。皇佑四年1053年，宋仁宗召翰林学士孙院撰神道碑，是中闵复爵来国公，追赠中书令。仁宗亲撰其首曰荆州，故后人多称寇中闵或寇来公。寇准善诗能文，七绝犹有韵味，有寇中闵诗集三卷传世，与白居易、张仁远并称渭南三贤。寇准从小就非常聪明，七岁时随父登华山就留下了，只有天在上，更无山语。其举头红日近，回首白云低的诗句，寇准与宋初山林诗人潘郎、魏野九僧等未有诗风，近似也被列入晚唐派。其五律如同夜旅思之内情思凄婉，很有贾岛诗的风味。他的七言绝句一心与功最有韵味，如萧萧远树疏林外，一半秋山带夕阳，疏河上亭碧，日暮长廊闻燕语，清寒微雨麦秋时，夏日等情景交融，清丽深婉，都是值得玩索的佳作。展开全文六悔铭，寇准著有六悔铭，教人要及早觉悟悔改，堪称六副后悔药，这里有你想要的吗？六悔铭观行思取，失时悔，富不减用，平时悔，亦不少学，过时悔，见事不学，用时悔，罪发狂言，醒时悔，安步将息，病时悔。注解：观行思取，失时悔，在官本位文化浓厚的中国，古时候有千里做官为了吃穿的说法，也有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。不管如何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做官当以公心，民众为本，不能因个人的利益或喜怒有所偏失。